我父母都是企业家，他们的工厂在国内，在东南亚很多国家。从小到大，我在家里大家都认为我是环保小卫士。而每当我父母回家和我说在哪里又开了家新的工厂的时候呢，我总归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的工厂它到底有没有对环境造成污染。因为在我的认知当中，我们不能为了我们自己的赚钱、自己的利益而去破坏了环境。后来父母跟我说，你直接到我公司来当绿色形象大使吧，工作呢就是负责监督环保、宣传环保。我作为一个少年，我也有自己的视角、自己的态度、有自己的力量。我在中国的环保项目利用分布式点源的原理来处理企业污水，今年有幸被提名到福布斯30 Under 30。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少年，地球未来的主人，我们完全可以从现在做起，从身边的事做起，推动身边每一个人为我们自己的将来去努力，为环境的改善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我的名字是徐浩文，17岁，来自中国上海。我是一名 Climate Reality Leader， 这是向前的路。我相信少年的力量是前行的路，让我们把它变成现实吧。